这一间阳宅风水有煞气。阳宅风水就是活人居住的地方，所以它的位置不可以靠近主文风水，尤其面向主文风水，那是很糟糕的。在风水中称为叫做阴阳夺气煞，这会造成子孙涣散，离家出走，人丁方面不聚，而且会影响到财官，也会出这个孤寡的人，就没有丈夫没有老婆这种现象，所以要特别小心这样的房子我们不要选这个坐南向北本来是北方是旺气位，然后水呢从右边流向左边，所以这个阳宅是正确的，但是仍然花凶。它花凶有两个，一个就是它面向或者接近阴宅，那气被夺走了所以不好。第二个，它面向是山，我们的阳宅面向山，财运事业都受到阻碍。各位朋友，只要你有风水问题，记得线上留言请按赞关注我，谢谢。